OK， 今天又来 Update Daily 最新的状况了。今天呢，我们发现它的那个笼子呢，需要换成不锈钢，因为不锈钢比较滑，它一直抽动嘛，然后一直摩擦到它的皮肤很多损伤。所以我们呢，换一个不锈钢的，全部滑面的，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放布，因为它现在有一点尿失禁，会自己小便这样子啦。所以它是躺着小便的，所以小到那个布试了，它自己也会试。它这个病呢，就千万不可以试到身体。所以我们现在换一个不锈钢，然后涂满 Vaseline， 让它滑滑这样子之后，它就可以会摩擦到它皮肤这样子啦。OK， 我已经到了 Auntie Eileen 的 shop， 因为呢，它这里有多了狗笼，所以它让我来这里拿。哎，就是这个啦！哇，拆！哇，拆了个笼子，拆到我满身蛋。你看，全部已经带过去了。这里加油！现在呢，我就要把它的笼子 set up 在这间屋子里面了。然后 Gladys 就带它去拯救。哈哈哈哈。我拍给你们看，等一下。等下就交给 Gladys 拍给你们看，到底狗狗第一次去拯救到底是怎样的。Daddy 拯救啊！哇，这个有点装不下它了。脸大了，脸大了 ，Daddy。OK 了，交给你了。OK，Daddy， 我们到了，你要准备做拯救了，怕不怕？好吧 ，Let's go。哎，很多都 outside， so I need to wait outside。他们现在在讨论着这种 December dog 可不可以进去？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因为 December 这个东西是会传染到给其他狗狗的。So 等一下再等他们通知我吧。OK， 他们刚刚出来跟我讲了，因为他是有 December 嘛。So 我现在在门口外面 register， 因为他不能进去。Daddy 乖乖哦，在这里等哦 ，OK， 等一下再抱你进去。现在我跟 Daddy 就在外面等啊，等一下他们有一间房间会空给我们，空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去了。我没有拍到刚刚那一只抱出来的狗狗哎，它也是在抽搐中的，这样抽着的，和 Daddy 很像哎。在网上听说这个方法有帮助到，就是 Daddy 现在抽搐的状况，所以希望可以帮助到它。可以进去了。How long are you there? From first month, now is third month. How long have you been? Two weeks. Because it's very good. It's very good. It's very good. If you bite, you can control it. Okay. But most of them are from the foot. From the foot, it's the left side. Oh, that's right. Temperature 8. I've seen this before. It's very bad. It's not a lot. Because these are virus, it's very bad. So the head is infected. So we're going to...调理嗰啲其他鱼位啊，调理嗰先。所以 Daddy， 你要帮佢包嘴冇啊 ？Daddy， don't move， calm down 啊。No， no， goodbye， Daddy。喂 ，no， no， no。哎，不乖呀。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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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哎，快 come back， 好衰。挣扎不可以用针，要用镭射，因为那种针全部飞了出来。这里 December 都搞一个梦来着，这里 control 不到，这里本身唔系个梦啊。哇，没有针了啦，没有针了啦，不给插针啦。要好起来就要插针。来来 ，Good boy。我真系咬落去。系啊，有冇过？唔系俾人咬落去一个。我哋而家全部中过。中。嘿，咬不到人了啦，因为现在 steady 咧，它会。失控，然后它咬人，所以它要被包。Good boy, good boy。痛的吗？痛的。痛的，不痛的，你哭那么大声干嘛？它的哭声好像 baby 这样子。都不痛的，你哭到刚才。好似好惨咁喎。好啦，惊真啦，系咪啊？怕不怕？Good boy。现在医生在用这个镭射来测计他的那种穴位，希望可以帮他有开悟到一点呢。哇，现在毛毛上喽。
祝福吗 ？Daddy。Okay, okay. Okay, 啦。咁慘嘅咩？呢個好似咁樣嘅幾蚊啊？幾耐做一次？一個禮拜一次。一個禮拜一次。記得。Okay, thank you. Okay, 蓮蓮 ，Daddy。Good boy 啊，下这个星期再来啊。OK， 我们现在回了，然后刚刚呢就直接签了一个10次的配套，大概650，因为一次一次的话呢就90块一次，我就觉得做这种治疗的东西都是要长期才可以见效的，所以我直接就签了一个10次。So Daddy， 你一定要好起来哟。Daddy， 我刚刚一做完了之后就睡着了，你看睡得足这样，可能会感觉比较舒服一点，所以他就安心的睡觉了。好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哇 ，Steady 睡到个角身嘞！睡到那么甜。第一天啦，第二天啦，昨天呢，他真就空就回房间睡觉哦，他没有哭哦。Oh no！Steady， 那真的太激动了，要到 Steady 分次，要。Steady 啊，妈妈好，你个鸡鸡啊，鸡鸡咯，要到 ，Yes， 过来。早上8点多了，他就找来一点晒早上的太阳。现在来到傍晚了，他手脚抽动还是很厉害。今天我们如果是有就是有在现场看到啊，是真的蛮辛苦的。我们真的用尽了方法，可是他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糕了，而且我们也做了这个针灸，我们真的是没有看到他有好转，而且我们甚至在怀疑着我们是不是在折磨着他。现在的心情是这样子。到底你们有没有人是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从这样的状况可以好起来，因为医生看到他的医生都讲他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那个针灸的医生你看到也是那种，我觉得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跟用我们什么方法都是了 ，to try。可是我们到了一个阶段，在怀疑自己，我们这样子做，是不是在折磨着他？因为看到真的很心痛，所以你们也可以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我们已经尽量想让他舒服一点，然后我们有点精油给他，然后我们也是帮他 massage 精油。他们讲好闻的，可以让他可以舒服，心情比较放松，不要这样紧张。该试的方法我们都 try 到完了。这里到家了嘞。Jenny 我们在那边试了，并没有好转，可能他的 virus 在里面真的是太强了。而且其实我们去那边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吵到邻居，现在他比较不会吵，我们就可以带回来照顾，比较可以长时间的照顾他。我们现在还可以在室内啊，把这个储物拿走了，他就有这个位置。Hi doctor, now steady, move back to my house already. And yeah, getting worse. 他的已经没有办法站起来走路了，他手咧有点手指都在抽了。Daddy, 他的颈也没有力了，可以
定是它紧，还会起来咬人。Hello, Steady， 今天呢有一点点不一样 ，Steady 它有白泡。OK， 现在是半夜四点 ，Steady 眼睛开大大，没睡觉。Steady 现在的状况就是他脚一直摩擦到他这里的皮肤，所以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吊着他的脚，所以他脚现在是没有碰到那里的，看到吗？所以上面的 part 其实已经慢慢好，反而下面的 part 一直被他这个脚摩擦，红红有带血丝。然后现在呢，他连另外一边的眼睛也在抖啊。偶尔你还会听到他呼吸很急促这样子。基本上 ，Steady 已经去到很严重的阶段了。那我们手绑住它，不然它会这样子一直打到这里呢，到最后也会磨成血。所以我们这样子包着它，你看，我们这里包着它，它也是会跳起来蛮多的，不过已经减低了很多伤力。然后我们另外放一个小小个，就是这样子，刚刚好那小便就在这里，就不会淹到它的身体或皮肤。Steady， 我们其实都很尽力的在帮你。但如果你觉得很辛苦的话，你可以让我知道好不好？只要一天你还吃东西，我都会帮你，好不好 ？Baby， 加油！